你那么不爱剪头发，干脆给你理光头。没有啦。你还没有，你站起来哦。我今天跟你妈妈告猫告很多，你起来哦。你那么不爱剪头发，干脆给你理光头。台中市某国小二年级导师因传出不当管教，遭社政单位裁罚，而且非初犯。教育局在今年4月25号即函请学校，确依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、停聘或资遣办法第12条规定，提报教评会严审严办。学校在5月3号召开教评会审议结果，予以解聘1年不得聘任之处分，让不适任教师离开校园。教育局重申，对于不适任教师秉持勿往勿纵原则，如有违法一定严办，以维护学生受教权。